你家就红呢？嗯，你家就红呢？你家就红啊？蚊子叮一下嘛。那天嘛，我记住天给你出来，我给你打理一下。好。找好你干什么？没有，现在没有做事。干嘛搞红？干嘛了？搞红去。明天大家在村里拿那个针灸的仪器。哦。你那个呢？我们有个亲戚在山上，真灸。嘿。办什么哇？哦，二十三岁。没事。哎呀。老师。对。这个那是骨子悄悄的。我把解放军交给你那个一下。啊。哦，这是的。哦。有点早，有点早。好，那我给你扫一个，好。好。嗯。